上班。哎，兄弟，你在这里干嘛？我没事，出来转转呢。哦，哎呀，有烟没有了，这烟没抽。兄弟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戒烟4天了。你说我的锤子，快点摸出来！操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烟呢。哎，你这个烟鬼还能戒掉烟，你牛逼！下午有事没有啊？哦，说到这个事情，刚好需要你帮忙。我帮忙？我能帮你什么忙？我下午要去汽车站啊，但身上没钱，能不能先借100块钱给我？我哪里有钱呐、兄弟，你看嘛，我烟都买不起，我还有钱，面面钱吧。行了，我们去叙叙旧吧。啊，走，让便停。兄弟，以前你很壮，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呢？吃好点了。别提了，你知道这个工资又低，现在还有半个月才发工资，他妈的，就剩150了，你说怎么吃？你他妈的，我刚刚给你借100块钱，你说你没有，现在掏出来150。我他妈怎么认识你这种兄弟啊？靠！你不是你戒烟了吗？这哪里来的烟？我去，抽几把抽。